院长，那个今天来那个国民党会有意见吗？你要去请教他，不是问我。嗯，那最近有那个中央助选团啊，然后因为上一次院长有列名啊，这一次好像绕高椅，怎么看？根据报载呢，他们这个阵容非常好，德高望重的德高望重，有浮选经验的有浮选经验，很好。昨天有说要参加就是台南的造势晚会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哦、没有、嗯。那院长还会帮这个国民党的来助选？我们立法委员呢有邀请我的话，我当然就时间啊允许的话，一定会去帮他们忙。院长刚才那个蔡前院长哦，有说邀请那个郭董哦，可以考虑一下选择。院长有没有说跟郭董那个搭配，就是联署参选的？哪一个县长？杨秋兴县长，杨了，不是蔡的。最近韩国瑜民调很低嘛，然后他有这个没有这个打算。应该是说杨秋兴有，就是希望郭董再次出来选总统，可以重新考虑。我们尊重郭董的决定。所以他院长讨论就对了。他选的话，我们各方面当然都会乐观其成嘛。院长，那你还是有选到底的这种坚持吗？顺着一年走。会批举好吗？自然就好。现在韩国瑜造势有没有邀请你一起去？因为马英九、吴敦义都有在啊，你不在。没有。都没有。没有。还是会改变别的形式来参与2020。看看自然的发展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